好吃。好吃就多吃一点，总比不吃强啊。春姐，你尝尝这鸡汤，尝尝，咸死了。少爷，这么咸的鸡汤你怎么喝呀？你还说好喝，我再给你做一碗去。不用了，我饱了。都怪。天祥啊，给祖峰上柱香吧。是。人是列祖列宗在上，子孙天祥今已学成归国，一定谨遵家训，积极向上，有所作为，报效国家。天祥啊，别灰心，有什么难处跟妈妈说，妈妈也好替你分担分担呢。我怎么能忍心让您再替我着急呢？天祥啊，我想问你一句话，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办报纸啊？你真的肯定自己没有选错方向吗？我觉得只有办报纸才可以使我全身心地投入这个社会，报效我的祖国，发挥我的力量，实现我的理想。祥哥，这是明天的版面。好，放这吧，谢谢。我出去工作了。是啊，有问题是。看什么看？工作了。做什么事儿啊？事儿都让社长一个人做了，连小样他都要亲自校对，这份薪水真是拿得太轻松了。好啊，这么有闲工夫出去采访啊？我们去采访，还要记者干什么？肖小姐，去劝请祥哥了。休息一会儿吧。报馆上上下下这么多事，你一个人办得完吗？前一阵子我不在，让大家受累了，现在该轮到我了。天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。那下了班你陪我出去散散心好吗？改天吧，我今晚约着人呢。伟轩啊，你这手艺越来越精到了，小姐穿了一定很合适。可惜呀，晚了一步。是啊，本来想趁搬回祖屋给老夫人一个惊喜，拿出来锦上添花。哎，谁成想啊！哎，伟轩啊，还不赶紧把它收起来？一会儿叫少爷看见又该伤心了。没有啊，最近他不是好得多吗？更厉害了，少爷每次从报馆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小姐的房间里，一夜一夜的坐在摇椅上，也不知道少爷睡没睡觉。珍姐，我回来了。少爷，
妈妈做的。放在房间吧。都怪你。要什么安排？我知道你不喜欢到外头去，那去我家好了。我只要拿手小菜，你天天尝尝。谢谢你啊，但是今天晚上我又约了人了，改天吧。谢谢啊，再见。